终极硬汉马克思又回来啦！这部曾经在1997年推出的《死亡赛车》经典，不仅呢被改编成了电影，而且还一连出了3集，可见啊硬派火拼才是美式赛车的真谛啦！而现在啊，它的最新版游戏《死亡赛车再生》也即将要在 PC 平台上推出喽，一起来看看吧！大家还记得这部超爽的死亡竞速电影《Death Race》吗？里面火力十足、超硬派、超火爆的赛车，是不是看起来超爽的？现在就有一款游戏《死亡赛车再生》，将于4月23日正式登陆 PC 平台。玩家将回到那个毫无规则可言的赛场，赛车就是你的武器。各种火爆改装车和超血腥的竞速模式，在抢先测试期间已经获得国外玩家无数好评。现在开发商更表示，游戏将系列作一贯的黑色幽默和漫画暴力风格提升到最高境界，并大幅强化了改装技术和破坏要素。玩腻了一成不变、规规矩矩的赛车游戏吗？那可千万别错过这部爽 game 喽！